KPL 四大中单，每一位都是星光熠熠。第一位，中单万花筒张雨晨 ，KPL 的先行者 ，AG 的夺冠功臣。无论什么英雄，无论什么版本，都能游刃有余。两年的年度最佳中路，是联盟对他最大的肯定，同时也是王者荣耀唯二的中国电竞名人堂成员之一。第二位，输出机器曹志顺。在 KPL 历史上，从来没有人和他一样将 carry 一词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连续多年分均输出全联盟第一，一年三冠，三年 FMVP， 可见统治力十足。第三位，刺客之心陈正正，猫有九命，唯有一心，巅峰时期一手法刺制霸联盟，获取冠军无数，同时也是王者荣耀第二位中国电竞名人堂成员。最后一位，工具人之神黄耀清，当代版本之神，完美的贴切了工具人版本，成名英雄火舞西施也是现在不可缺少的中路，年仅18岁已经夺得两座 FMVP， 前途不可限量。如果大家觉得谁可以超过他们，评论区告诉我。